不再抓狂，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，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复刻生活。对了，我还要提醒你一下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躺在沙发上。家里呢，现在有84只蟑螂，万一它晚上爬呀爬呀爬呀爬，就爬到沙发上去了。保重。一晚没睡吧？哎呦，我吓唬你的，那好端端的蟑螂怎么可能上沙发？你害虫上心看多了你。你去哪儿？我去给你买杀虫药啊，免得又把你憋出病来。那我也去。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担心我自己。用这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包装好花里胡哨的，但其实并不好用。这个朴实无华杀虫肯定好，就这个，走走。那就两个都买，看哪个更好使。
满意了吧？胆小鬼！你手机借我用下。干什么？传点东西。程序代码时效只有30分钟，30分钟之后它会自己不见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有一天的工作忙得很，你就好好待在家里，什么都别干，听见了没？听说了没有啊？总裁已经挂掉了。从哪里听说的？公司论坛的八卦小组都在疯传，凌氏集团的上层怕影响公司股价，一直都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消息。但是股东大会已经暗暗开始筹备了。那总裁要是真的挂了，咱们不都得走人啊？我偷偷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告诉别人。听说菲特在找人，咱们还是早做打算。凌氏集团的总裁凌月坠海失踪，至今已有半月。凌氏旗下的 New Way 也是风波不断，研发的技术差点。今天大猛料，总裁已经回不来了。凌氏集团正在暗中准备葬礼。本台记者找到 New Way 现在的负责人求证。对于网上流传的不实消息，我们已经找了律师帮助，我们将会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也请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不要再胡乱揣测。你可别乱跑呀，要是受伤了可没有人会管你的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怕我干嘛？我帮你找家呀，拍你的照片，你家人看到照片就会联系我的，这样你就能回家了。哎，别删了，你别闹，给我。你靠我这么近，你是想干嘛？想干，别乱想。不对，有问题。我觉得你有问题。你老实的告诉我，你该不会是什么通缉犯、黑社会、违法乱纪，然后躲在我家怕别人发现。
如果我是通缉犯，我第一个就对你下手。毕竟你孤身一人，有羞涩可餐。你可别对我下手啊！你要是对我下手的话，你那25万块钱可就没有了。你钱都没有还完，我怎么舍得下手呢？我会还给你的，不管多远，不管在哪，我都会把钱还给你的。只是我们现在孤男寡女住在一起，实在是不方便。哎，你就让我给你拍一张吧。看这边，就过来。所以，你是真的希望我走？小白，快过来！打开手电筒，好黑呀、啊！快点！手机你不是有吗？哦，对。不对啊，我记得我才交了电费的。你有收到停电的通知吗？哦，前天晚上我在楼道里看到，他说今天晚上会从9点停到11点，因为电路维修，所以要暂时停电。啊，怪不得。你的手链怎么那么丑啊？我手链哪儿丑了？你是800多近视还是散光啊？那么丑的东西，干嘛一直戴着？这是我哥送给我的，可以过滤噩梦的手链。那都是骗小孩的。你要是不懂就别说话。看来你很在乎他。对啊，他是我最亲的亲人了。这是什么？他带给我噩梦过滤手链，不仅好看，还会吃掉你的噩梦哦。真的？嗯。反正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电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卖的国王，他要找一个继承人。为此，他把自己的3个儿子叫到跟前，跟他们说：“是我老了，我现在要把王位传给你们，你们3个要进行决斗，选出这个继承人。”开始之后，3王子率先丢下了宝剑。他说：“在2个哥哥之中，我的实力是最差的。”也没有什么能力能够继承这个国家，我选择放弃。现在呢，就只剩下大王子和2王子。在打斗的过程中，2王子的剑已经擦到了大王子的脖子，但是他犹豫了。就在那一刻，大王子暗算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大王子就赢了。这个国王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自相残杀。国王奉行虎狼教育，连2儿子的性命都不顾。我觉得他压根儿可能就不喜欢这个2儿子。可能他的出生就是个错误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是养子。杨子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好像很有感触啊。嗯，因为我就是杨子。逗你玩的，猪啊，你这都信？行了，早点睡吧，我也回去睡。你忘了拿这个啊！我
我就在外面，有事叫我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有事你瘸着腿有什么用啊？几个老家伙今天怎么会有空一起来看我呢？董事长，看你这话说的，一是让你静养，一般的小事情我们怎么敢来叨扰你啊？是啊，老凌，现在外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，都说小月已经遭遇了不幸，公司现在也是人心惶惶，他身边的那个秘书啊，毕竟不是林家的人，无法代替小月。是啊，还是尽快选出一位新的总裁代替小月的位置才好啊。我儿子现在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，你们就开始拉帮结派了是吗？老林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在一起打拼了这么多年了，林氏好我们才能好啊，真的没有私心。这事让我考虑考虑，我有点累了，你们请先回吧。那我们就先过去了。我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，掉进马桶里了。我能不能拜托你，你不要碰我的东西，可以吗？那我再帮你捡回来。你捡回来的东西，我还怎么往嘴里摔啊？有道理。跟他合影吗？必须的，我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哎，能不能让我在你那儿住上几天？我不想回家，免得又被催婚。不能，这几天都不行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在家里藏了男人？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公司开了一个培训嘛，然后就选上我了，让我去外地训练几天。对对对，所以就住不了了。我发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。我也可以不编，你搬出去，把位置挪出来。没关系，我觉得你胡说八道的样子挺可爱的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帮我买个轮椅，要德国进口的。德国进口，那怎么说也得好几千呢。你不是快发工资了吗？
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自己天天在说啊，星期三要发工资了。哼，吓我一跳。小心点啊！哎，走了。你这新的香水什么牌子的？特别好闻。Laya Fragrance， 这香水味道不错，你也可以试试。哟，这不是顾安心吗？安心，真的是你啊？好巧。顾安心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还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呢。Nancy， 你认识这个人？当然认识，我们以前可是同学。哎，你们都知道吗？这位快递员小姐就是被顾家抛弃的养女。养女就是被学校开除的那个吗？对呀。Nancy， 少说两句，把魏总名片给我。安心，这是我朋友开的公司，你去找他，他会给你安排一份很好的工作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做这个就挺好的。就拿着吧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都落魄成这样了，还自视清高啊？人家心儿是看你可怜才帮你，真是有娘生没娘养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像我这种没有教养的人，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举动。你说话最好注意一点。走了。对了 ，Nancy， 你男朋友的那个项目，我们公司不打算投资了。这是高层的决定，请你务必转告他。不是，心儿，顾心儿。向爸爸打小报告，我没有，就是你那个野种，自从你来了以后，什么都变了，就是你。
左眼皮跳蚤，右眼皮跳蚤。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啊！我问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跟你说话呢，我才是受害者，你干嘛是那个样子？你怎么了？我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杂志拿反了。我给你算个账，今天的责任你全权负责，修理费490。扳手30，生胶带10块，弯头20，水龙头35，水管53.23，钳子15，一共是653.23。知道了。这些东西就明天再收，但是你也得帮忙，瘸子也得帮。
조카한테도 안 주는 옷인데 나한테만 특별히 맞춰준다고 하셨어. 준호. 你不冷吗？ 아, 天气预报说今天30度。 是，室内外温差大。 医生，你真的确定都很正常？肯定正常，还有没伤到其他地方？我弄疼你了？没有。哦，这医生结婚了吗？还有医生啊，女朋友都没，跟谁结？我们医院工作太忙了，都没时间谈恋爱。偶尔吧，会在家里做。你呢？没有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在那儿。 不是兄妹吗？现在不是都流行那种哥哥和妹妹的叫法吗？我还有个事想问你啊，他这个腿是好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我现在觉得他脑子有点问题，就是他经常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，做一些很奇怪的行为，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。 脑部 CT 检查下来是没有问题的，你受了这个应该是病人受到创伤后心理受到了冲击，这需要你们病人家属慢慢的帮助病人恢复。还能走吗？挺好的。 没受伤吧？这有什么事啊？我是练家子。练家子。扑热节快递。哼！等会儿。都擦破皮了。这有什么嘛？小问题。干嘛？
小伤我自己来吧。洗澡啊！你洗澡也不用在我面前脱衣服，你进去脱。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，那个早上花洒坏了，你今天只能用浴缸了。你先去洗吧，你洗完我再洗。我需要你帮我。帮你干嘛？帮我洗澡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想什么呢？还是说你在期待什么？你有什么好期待的？你脚受伤了，又不是手受伤了，平时都能好好洗，今天洗不了。可是我今天要泡澡啊。那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就在于我一个伤患人士没法躺进那个小小的浴缸。自己想办法。100一次。200。等一下，我够不到沐浴露。
吴万军。说，缘分离弃，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忆。